在下方留言说对我们的喂狗的食谱比较感兴趣，那今天呢咱们就把它的一个大概的配比给写出来。这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啊，你可以随时灵活掌握，哪一个季节什么样的原材料比较多，你就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。经常有人跟我们反馈说关于狗狗的肠道不好、消化不良的问题，其实这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狗狗的富贵病，跟人一样，它的营养过剩以后呢，肠道就开始出问题了。记不记得以前我说过，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狗长胖一点，最好的方法是饿着它一点，尤其是到了一岁以后，它的生长速度减慢了以后吧，它的营养的需求没那么多，如果你还按照一日三餐这么去喂，肠道肯定会出问题的，尤其是慢性肠炎。那现在在我们这寄养的这个波比呢，它也是有慢性肠炎。当时呢，我给波比的主人就提过建议，我说你多饿的几天，大概3到5天吧。但是呢，他不忍心，就带他去看医生了。医生结果给他建议是饿7天，当时他觉得很无语。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富贵病，主要指的就是慢性肠炎。现在所有的狗的主人都是比较宠爱自己的宠物，宁可让它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结果呢，适得其反，他们的肠道就会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肠道吸收不良，身体越来越消瘦，但是精神状态没问题。所以很多的犬主啊，就比较好奇，那我的狗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就是慢性肠炎。你家的狗狗也有出现挑食厌食的情况，一定要狠下心来，制定一个3分钟的进食时间。如果现在看视频你呢，同样有关于狗狗的问题解决不了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嘛。我发现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大神的存在，他们的一些观点呢，都让我特别的佩服。我觉得他可以帮咱们一块解答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